来看屏东关机方接到线报，讲哦，高雄高山一栋大楼，亲像有人伫大楼内底设诈骗的机房。机房是对厝顶吊绳啊，去到这间机房内底，相关拢未获得，全部拢被抓起来了。调查了嘛，发现讲哦，这个集团是利用交朋友的软体，找诈骗的目标，以欠结婚基金做投资来骗被害人。放过你，小姐，对，小姐。来到这栋十五楼高的厝顶，特警警察经过努力抢，准备要对抗，目标是创新第一大楼十一楼的诈骗集团的机房。警方表示，这诈骗集团以假交友名义，在交友软体当中随机来找被害人，假作要以结婚为前提，需要投资赚到结婚的基金，骗取这的中国人士汇款。当场抓到十一名嫌犯，其中两个人甚至因为诈欺，还佫有商标发放通缉，在逃亡当中，依然继续犯案。诈骗集团经常透过假交友、假网恋、假投资等方式诈骗，如有要求购买点数、汇款、索取账户等情况，应提高警觉。这十一名嫌犯将会以组织犯罪，还佮有加重诈欺等罪嫌，移送予屏东地检署来侦办。警方也提醒，诈骗集团拢会以提供着现金的援助，也是需要协助汇款等等的方式来降低着民众的戒心。若有这种状况，就要随时提高着警觉。记者王立婷、林昭权，屏东报道。